我是清白的，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肇事司机，说我是凶手，没一个人为我说话。家里东西我都已经拿走了，钥匙留在客厅桌子上。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我根本无语。爸爸，你请我。我看李雅也没得啥子本事啊，我也不晓得你为啥子非要在北京待着去。我他妈这一年都干啥去了？